草原博物馆。这里通往草原博物馆，请您先带我们进去吧。没问题。快上车吧，孩子们。宝宝伤得不轻，要赶快治疗。可是我们什么药都没有，怎么治啊？有主意了，我们一起去找草药。我们怎么找啊？书上说有一种草药叫马勃，就长在大草原上，可以治很多的病呢。哇，好棒啊！小小鲁班说得不错，我们找找看。哦，沟太深够不着啊！让我想想，他想干什么？快把他拉上来！快把马勃交给我吧！不。为什么？我要留给妈妈，给她生病的时候用。可是兔宝宝现在受伤了，先给她用吧。不行，不给。吼吼，马博士小小鲁班发现的，是我粘上来的，不给就是不给，就是不给。我的宝宝，妈妈。求求你们了，快救救我的孩子，快救救他。给你留下两朵啊。这下好了，很管用的。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，再见。不用谢。再见。老师，这次不用抽签了，就让猴猴来许愿吧。好的，猴猴，你先来许愿吧。不。为什么？我要抽签，公平竞争。猴猴懂事了，大家来吧。我抽到了！猴猴，说出你的愿望吧。我的愿望是早点找到我的妈妈。猴猴，你想搭什么？猴猴乖，等妈妈回来给你买一个城堡玩具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城堡玩具了，我要妈妈。搭个城堡玩具。好。跟妈妈想送给我的是一样的。让我们来呼唤小精灵吧。等一下。我要放一张照片上去，这样让妈妈知道是我做的。好主意，茄子。谢谢。帮我交给他，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再见。